黄昏市场前的吉安浩克广场，五月份开始进行更名票选活动，共有71组名称报名，579人次的网络投票，共取前三名可获得奖金，而同时也以哈喽广场为最终的名称。乡长游淑珍17号上午10点进行直播抽奖。黄昏市场前的吉安浩克广场与吉安浩克艺术村名称雷同，乡亲经常搞错，因此乡公所在五月份进行更名票选活动，共有71组名称报名，并且有579人次参与网络投票。Hello， 吉安浩克广场就在我们的 Hello 公园，我相信经过了几个月的网络投票，还有命名的这样的过程。终于抵定了前三名，我们要颁证给前三名的奖金跟奖励以外，今天更要在100个名称里面抽出20位的幸运奖得主，可以得到200块的礼券哦。未来来到了我们的浩克吉安，在黄昏市场前面的公园就叫做 Hello 公园，在这里记得跟大家 say hello 哦， hello hello， 请到吉安来做客，我们一起来 Hello 公园继续延伸吉安的幸福美好。8月17号上午10点，乡长游淑珍亲自主持直播抽奖仪式。这次命名前三名分别是嚷嚷、妙美英和 Hello， 将可以获得1000到3000元不等的奖金。乡长游淑珍表示，未来这里就叫做 Hello 广场，象征着吉安乡欢迎国内外游客到访的热情。记者会吉安乡报道。